放嘛，一定会有地方的时候，对，我就坐在门口说，哎，欢迎参观。对对对对对对，然后因为之后讲一定很麻烦，到时候要语音导览，对对，我还会之后要语音导览，因为柜台租一下，要租一下录音啊，到时候要放。哎，不要靠偶像敛财，偶像博物馆，对啊，真的，第一个没有啦，收个场地费而已。缺女工，破坏会破坏，先应征了，先应征。对啊，先应征。其实还有一些很多东西呢，比如小东西，什么笑点，笑点。包括那时候笑完还在笑，冠军赛的入场的那个入场费啊，然后这些我会留。然后他的一些报章杂志的那些报道也会留着。啊，如果大家有的话，也可以都寄给我，可以说因为博物馆需要，对，真的真的，对啊，所以就是这样子。好，喜欢当然是把它放大，然后本来就想成立协会，但是不知道名字，协会的名字，中华民国哈娃娃协会啊，文化交流促进协会比较好，到时候去对岸的时候还可以申请经费。哎，印名片吗？要印名片吗？名片可以啊，协会要先成立嘛。对对对，好像十个人以上。对啊，可以去政府立案。怎样？有不是去吧？对啊，去那政府跟去了。没有协会的话就可以。政府会补助。对，然后还可以做一些公益活动。哎，不，去内政部，然后就可以好，我们立法也好不好？然后有一个我们聚会的地方，这样，然后就是类似这样，那后面再做，然后把我们第一次的歌迷会，谢谢大家来参加，那希望以后还会有更多的歌迷会，可是因为之后有唱片公司还有大经纪公司，我们可能之后就是要你要询问过后，不一定是就是唱片公司可能规划什么，这部分我们就可能就会可能要规划上就是要去做密切的注意。那比如说现在这一次就是趁他还是自由身，对对对，非常珍贵。他们经纪公司 OK 嘛，这样准许他来我们做这个活动，这样。可以开放现场媒体记者提问三个问题吗？好啊好啊好啊。OK， 等一下，可以开放吗？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好好。机会让给生面孔。对对对，生面孔。再拉时间，下一次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娃娃，然后待会开放拍照。那谁有什么问题想问娃娃吗？好，请。我很好奇，因为我刚刚从进来到现在啊，我看到那个娃娃就不停的在享受美食。为什么会越吃越瘦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。哦，越吃越瘦也没有，因为我今天刚好没吃什么东西，还有做美食，就是还没吃。我大概一天，因为我现在是维持啊，就维持生产，所以是一天大概吃一餐半左右，一餐半到两餐这样。就是说，怎么样在那么短的时间内，可以从之前就是比如从穿外套的时间，然后下到上班，他刚刚吃不少，又吃面。什么减肥什么？其实我是那个，我是早晚，因为我之前都是很爱吃东西，然后都没有忌口，想到就吃，然后后来是减肥，是早晚餐改成吃喝果汁，加优酪乳之类的，对，就是很非常有毅力，然后就早晚餐这样子喝，就喝一大杯两大杯这样，对，然后中餐正常吃，然后吃下午餐吃一点下午茶。可是大概从四月中吧，四月中到七月中，都是很有毅力的样子，就是没有任何一天是有破功去跑去乱吃没有。继续加油！对啊，辛苦了。中餐跟晚餐都是优乐乳，中餐跟晚餐都是优乐乳。还有没有问题？没有其他人有问题。你呀，我都问，我刚刚问了。哎，对不起，我有一个问题很好奇，请问你是不是原住民？人家问什么混血？不是，因为李立文的爸爸每次都说，那是原住民才会那么唱，那么会唱。他说不是哎，他不是哎，说你不知道啦。那个刚才真的不是，请他来现场看看。真的不是，对，真的不是。我不是混血，然后也不是 AB， 也不是原住民，但是我爸爸又要讲，然后老师都会说这有什么关系？就是我爸妈是云南人，哦，就是他们从大陆过来台湾，对，然后我在想，可能因为我唱歌是有一半是遗传自爸爸吧，爸爸还蛮会唱，哇，这么厉害，你很会唱英文歌吗？
拔也会。哦、好想听哦，合唱啊！他从我从小他就是放那个音乐，就是什么古典乐放，国乐也放，然后放一些爵士老歌什么，然后自己在那里指挥。指挥你唱吗？他不是他拿筷子，然后在那里。因为你苏珊说那一段那个我妹婿都不相信是你唱，我妹那时候是倩慈唱的，这样。对啊，太厉害。这都不可能，对啊，不要说假。不用他想说可能有别人帮你唱的，对啊，真的很厉害。但是那天唱那两首歌心情都很差，所以没有表现。为什么？苏珊说的，你说的有时候就是因为那天数学考得太好。哦，在前面的事就对了。但是他是上了录五场的时候被淘汰，一天录上下两场，所以上一场淘汰了。对，那时候我那时候心里在想，先骂脏话，然后就想说，万一如果是我家倩子，又被试探翻脸，对啊，翻脸了这样闹场，然后他们的歌迷就很温和，只是在那里哭，对，明明就觉得莫名其妙，为什么被淘汰？对啊，真的是这样，被当垫背了。对啊，花我也花气，我也是好朋友的，因为花气，花气，因为花气，所以还是不一致，对啊，我们就不要讲。因为花气，花气应该也还不错，后来比较老，他挺他的。对，没有没有投票，没有，他说段旭明啊，没有没有，他说他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哦好了，对，后来那个完全娱乐圈没有，他还年轻嘛，他还可以，人家介儿也是有眼光的。姐，花旗花旗花旗，这是网上的喜儿姐，哦，喜儿姐，喜儿姐，都想要习惯。那还有问题吗？各位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，没有其他问题，就开放跟我们偶像的面对面聊天时间吗？拍照，拍照了，拍照。可是他还在。可以啊，我可以啊。好好好。